与往事情难收，寻寻觅觅只换人消瘦，梦回头泪先流，看世间荒唐小说痴情中。我盼呀盼呀盼呀能入梦，只盼一切都能够再从头，用一生的爱换一世执着，任凭你笑我痴狂如昨。愿此生能和你一起种下这一个情种，便只浓情一段到地老天荒，朝朝暮暮为你费思量。愿你能守着我一生一世种下的情种，明知真情难求，相思无人能懂，任凭这世间荒唐小说痴情中。我盼呀盼呀盼呀能入梦，只盼一切都能够再从头，用一生的爱换一世执着，任凭你笑我痴狂如昨。愿此生能和你一起种下这一个情种，便只浓情一段到地老天荒，朝朝暮暮为你费思量。愿你能守着我一生一世种下的情种，明知真情难求，相思无人能懂，任凭这世间荒唐小说痴情中。明知真情难求，相思无人能懂，任凭这世间荒唐小说痴情中。我要留下一个字，我要叫伊害我清白，唔听好。是北庄的人，自细汉就来举办未婚，许配予当时的好爷人迄个林花王。啊，不过我要嫁伫咧林家的以前，我就甲自细汉斗阵大汉的颜宜庆，阮两个感情真好。欠要做阿娘走，予庄的人发现，伊予赶出北庄。北庄的人为着体面，阁毋敢得罪着林家，所以就安尼，我瞒即层的代志。阿娘，阿娘会安尼忍辱偷笑，完全是因为我要嫁伊林家真正，阿娘都已经有你啊！阿娘，那呢？你是讲，你阿爹是甘义庆？什么？这么多年来，我还隐瞒着这桩代志，完全是。安全是因为
为着你。阿娘，那安尼，我亲生老爸，伊知影无？迄当时，伊根本都唔知。阿娘，伊人伫倒位？伊即马人伫倒？20年前，伊被赶出北庄了后，伊都唔知走去倒去啊。传台湾，我讲，再过两到时辰，就在上岸就上泰山。哎，泰国三民主义都台湾了。田福哥，万一有出事，我怎就接阿妹了？快给，你等于对外广众要注。啊，田福哥，以后你出海，官府肯唔肯唔会做？哎呀，哥，唔是讲，上条家做头都生意，也唔会批白，一白人就花很多钱。官府卖鱼粉啊！你下来在外面追客，那边官府更想恶改府税口，做唔做来过事，我将命交半天。去到台湾，因你无钱无钱，身边又无钱，佮我将命交半次家，但系唔是强，凭自家一双手，把个事情全部做得做。天某牵引之路，咱哪里回去？台湾死马拉去等大爷啦！啊，无抓恁背后回去，你看等大爷敢放我走？人你是开300块我花你用呢？哎，有啦！今仔日既然装单去冲到迄个小囝，伊是啥物人？其实唔是路啦，是对广东来务业人呢。啊！伊甲林宝有啥物款的关系？这我就无啥清楚啊。吼！你这个笨手，你今仔规半个月，啊！你是拢在创啥？少爷。这别人已经拽我了，你看，我刚买用这40多块，我都不管不啥啥了。你哟，想袂到咱庄人遐尼歹溜啦！今仔日恁爸杀人，官府一定来了。阿兵哦，无论安怎，明仔载一定爱开船，林宝玉也一定爱抓到正用的啦。是少爷。哎，对。会使动手啊！是要放伊走，还是做掉啊？海家尔快，放伊走。是。凭这条小船就能够到台湾？这么说，有大船来接应，也是骗我们的。你们根本就不是要送我们过台湾。你们没听说过那是个埋怨地，十去九不回。我们只想早点送你们上路而已。
动手！我可以啊！加香水！亲生老爸，当当时送予我，即马我交予你，希望天公伯啊，会当保庇你早日去找到你亲生的老爸。阿娘，阿娘，查囡仔一边在走了，你着啊！
我要走。司令官，你不是我亲生头，也不给我救助，这世人无论是天边也是海角，我永远会记得插在我肩胛头这个字，我永远记得这杀父之恨。照顾阮阿娘，我知影，我会啦，不要紧啊！有这款的代志，
真好，未到加一个衰尾来做替死鬼。哟，大，我哪无去想到这点嘛？啊！今嘛还这条命阿妹人，不是我路又好，是迄个衰尾替死鬼。今麦外面风声足硬的，咱要走，行还无简单哦。这恁爸有办法吧？内面遐查甫囡仔，甲我顾好。尤其是迄个林宝玉，我看伊的个性真倔强，恁都要较细点，麦阁甲恁爸出头，有听无？我听那叫吵吵。我说乱，巧。Ya, Marusa. Ya, Marusa.
阿妈妈不傻。喂喂。想看你，万一被詹大爷发现你不在田里工作，他可是会骂人的。不会啦，我就是替詹大爷送米粮到北庄，顺路过来。这给你。詹大爷的厨房里工作。天福哥，以后你不要再拿了，万一要是……不会的。怎么了？你不喜欢啊？我怎么会不喜欢？能吃到这白米饭，多么不容易啊！我一定要带回去给我娘吃。终有一天，我们会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我们，我是说，你怎么能做到？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地方，只要你肯干，开出来的地都是你。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去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台湾。
nu senau saran. Aureki, awi tentai cuaca bosan. Mama jengi jalan nama saruku ya. Aicu eri balut tija. Aicu, ia bosan mana mama jengi jalan nanti dau cuaca nas pasar jeng. Barita atas baritan.你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还给我！还给我！
你一下子问这么多，我要先回答哪一个？这里是什么地方？台湾，这里是台湾族。台湾？我竟然来到台湾，宝玉，我竟然来到台湾了。他的名字啊，我本来要带他一起来的，这里曾经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地方。你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从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要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土地。哦，我懂了，你就像那些平地汉人一样，从大海那边过来的，对不对？你说你有见过其他像我一样？我是说，你嘴里所说的汉人。很少，几乎没有，我们跟他们互不往来的。那你为什么会说汉语？齐娜教的啊。吉娜，吉娜是谁呀？就是我妈妈，她也是汉人。她死的时候，家人们要跟你们汉人一样，把她的名字刻在牌子上面。你不是要土地吗？等过两天，你伤好了一点，我带你去看我妈的宅浪。我们这边有用不完的土地耶，可是只有马车专业那我们才可以给你耶。你们可有言在先，今天在我当差的这段时间里，你们要是走不掉，可就别怪我了。哎，当然当然了。哎，德大哥，我罗玉武跟你合作又不是一两天的，什么时候跟你找过麻烦呢？哎，来了快走。啊，是的是的，阿内我请来到哈。你们跟我去查那几条船，这儿就交给你了，放机灵点。是，您放心。Come on.
临时家族，家门不幸，出嫁你这款不孝的兄孙，成是甲人私奔，你唔知影廉耻，予全庄的人面子真臊。你保佑，按今仔日开始，请你啦，金生金世，唔准踏入咱庄来一脚步。你竟然敢跟人走，唔知廉耻！吓咱两庄的面子，你真地人啊！不是啦，真地人啊！没见识，对啦，家破灭啊！不是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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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死啦！对啦，没见识，走啊！真地人啊！对啦，对啦，不是啦！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无怨无悔不说。真是怕吼，是要安怎引起遐人的注意？卖地家回火难啊！等下落咧船底哦，船船咧，遐个查甫囡仔拢甲拍透。少爷，安怎叫走去咧？你实在有杂头，七毛毛大虾咧，当讲我行去走去。对，少爷，这叫做鸟气入骨骼，温达达真走伊嘛走袂去。好啊，你进去船起船顶，若果望起船顶拄一个空隙，我看也袂到台湾，应该翕几个船底啊。少爷，你明白的去。为什么？为什么？老天父，老天父，你告诉我为什么？狠不下这个心，但是天不哥，我一起。
想过我就是。我敢老实啊！对我最厉害的。我知道，他们来了。林家老天有眼啊！那不紧赶紧反馈，我林保佑，就是死了后必须快快回来领你呐。全心全意都付出。